没有圈粉我只能这样甩，是不是？Greeting，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其实，在之前那五六月的时候，我做一颗综合效果器的影片，我有做一颗Zoom 的5052。哦，对对对，疫情的时候嘛，对，你把你家里那一台老东西挖出来，我们真的没地再拍了。然后结果他拍了Zoom 5052。本集节目由海国赞助播出，海国就找我们做，对，海国就找我们做了 Zoom 它最新的两台综合效果器，一台是 G 6一台是 G 11。虽然我讲 G 6但 G 6是他会做，不过 G 11相对来说是一个大概两三年前就已经推出，然后它是一个很旗舰级的效果器，因为 Zoom 我们过去像5052，它就是在历史上面，它其实我觉得它有很重要的地位，包括5051代，它是那种我很想，如果你有听我们 podcast 的话，对，就80年代是一个 rack 的时代，对，一个机柜一个机柜，然后一个就是一个效果器，后来才有那种综合的。你刚讲 rack 的时候，我肩膀突然痛了一下，不好意思。可是，在90年代到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 Zoom 就推出了这样小小一台，然后里面就是所有效果都有。对，然后呢，它还可以一次开启多个效果，就破音可以开一个，modulation 开一个，对，空间器开一个 ，compressor 开一个，娃娃开一个，就是它可以同时这样。这种事情其实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然后呢，现在的综合效果器，其实你去看各个国际乐手，其实用综合效果器的几率都高很多了。他们已经现在已经很少会有讲说，哦，综合效果器声音比较不好，怎么样子，或一直说人家很假之类的。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效果器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在说，他们很知道说，哎，自己的强项在哪里。另外一个增加扩充性。现在的综合效果器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它会加入 send return。啊，对，就是说你可以串自己喜欢的效果器在里面，你可以放你自己爱用的单颗在里面，这样。就是讲白了，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某一颗破音的话，我觉得吉他手一定会都会有很多颗破音嘛，对，只是有些人特别多。你在讲你自己吗？不是，我在讲 Steve 啊。那我觉得我们第一台先看到这边的 G 十一，它有一个很棒的特点，是我个人在使用上觉得，哎，就甘心，这算是润家的特色吧。它你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台，它现在右上角有一堆发亮的旋钮，这个就是你的音响。对，然后下面呢有五个萤幕，这五个萤幕就是你的五颗效果器，就是分别代表你的单颗啦。对，然后每个都有四个钮可以调。对对，它其实它就像是把你的效果器盘，你从一个本来是类比挂，然后都是单颗的，你移到这边来，你会完全无障碍，就会很直觉的。你说哦，我在这里我要调什么东西，你就可以转。因为像我之前不喜欢重效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喜欢重效的调整方式，逻辑上面。就是比如说我要进去调我的破音好了，好不好？我要点到它，哇，我可能没有触碰萤幕，我可能要选到它，按进去，那我的这一排旋钮才变成可以调整我的破音的参数，对不对？润价的话，像我们现在看到 G11， 那它更以前，比如说 G3 那个时候的产品，他们都是用这样的模式，就是你可以用很直观的方式去调整。对，我觉得这是润家的一个特色啦。然后呢，它旁边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触碰屏幕。对对，这一片屏幕是可以触碰的。对，就是你要调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在这边。可是我觉得它下面的这些设计，就是你在现场的时候你不会慌。对，你现场要调整还是很快，还是很直觉的，你可以做就是我们以前诟病重效会碰到的问题。对对对对对，它音色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大家先关注的重点。那我们可以请熊来示范一下。压力好大。好，那现在大家在这个 G11 上面看到的是我 preset， 你有看到 preset 名字写贝拉，贝拉。那我现在做了几个东西，其实我刚好做了五颗效果器在上面，那这也是我平常最常会使用的五个效果器。对对对，这个是破音，然后这个是 boost。然后再来是 delay， 对 ，reverb， 那最后我有一个 tremolo， 那上面这一排呢，我的脚好灵活，那上面这一排呢就是我的音箱嘛，那我目前使用的 drive 它叫 gold drive 啦，那金色的大家就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就不多提，对，然后再来有一个一般的 boost， 那 delay 我现在设定的是一个 digital delay， 然后旁边有一个他们叫 HD hold 的 reverb，那这是目前我听起来声音我比较喜欢的。那最后还有一个 tremolo， 那我使用的音箱呢？你买了哦？对，小弟最近不才买了新版的小科的 JCM 八百，马秀也是海国的。本期节目由海国赞助播出。
没有，我刚好朋友要卖嘛，刚好朋友要卖那个现在新的那个，他们叫 Studio Classic 的系列，对，就是它其实设计给现在 Studio 的小颗的用，那所以 JCM 八百的声音最近就摸得比较熟，这样，那所以我在这边选择使用 JCM 八百的音箱，然后再加上 Marshall 的箱体模拟，否则你以前都是用橘色的，那大家都知道我喜欢我的 clean tone 还是带一点点破，对。然后我要再 high gain 的话，我就会叠一个破音上去。那我现在呢是拿那个破音去 boost 我的音箱，对对对，就用比较传统的方式去得到 high gain。很摇滚的痛，就摇滚痛啦，因为我本来也不是玩太凶的人嘛，对不对？然后 boost 就是 boost 了。哦，这 boost 比较简单啦，就是单纯推音量而已。我就是偶尔需要弹不能说 solo 的东西的单音的时候，要跳出来的时候来用的。对，然后再来就是会有一个 delay。那 delay 的话，它一样可以 set tap。我现在是有 set tap 的，哦，它有 tap 功能。对。我说实话，他家的 delay 的音色很暖，不用怕它太暴走。有点像这个感觉，可控性很强，就是好掌握，它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对 对，Zoom 其实之前有一系列小很有名的 MS 五十啊，对 对，那个系列，它那系列还有专门出空间系的版本。对啊，我觉得就是泛用度高的啦。它所有的 delay preset 玩下来，我觉得都是偏泛用度高的。哎，这个卖到现在，其实到现在都还是我还是蛮多朋友有在用的、啊。对对对，好用、啊。然后再来是 Reverb， 那我使用的 Reverb 是它里面叫 HD Hold 的。那我觉得他家的 reverb 就是跟 delay 一样，都是属于比较清淡系的、温暖派的。那如果你想要很暴力的那种的话，啊、它其实有个特别浮夸的那个叫做 space hole 哦，对，那宇宙空间，对 对，那个是超级浮夸的。那我就先不要，会怕没有控制好这样。对，那最后就是有一个 tremolo。哦，通常 tremolo 会跟 reverb 一起开了，因为不然手不好会很明显啊。对啊，那像这样的一个 preset， 其实是我可以带出去表演的啊。每次我们在玩重效的时候，我第一个想的是，如果我今天要带他出去表演，我要做什么样的设定？他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吗？对啊，我不用切来切去啊，我这一页全部搞定了哦。因为你能踩的东西算很多啊。对对对啊，你要切 bank 又不会跟其他上面的踩的地方又混在一起，这样。它按钮的配置位置其实蛮方便的。其实除了我们看每个效果器的踩定位，它下面其实还有切换 patch 啊，这个东西。对啊对啊，什么？因为你有时候一盘里面可能会放了，像我这是刚好放个5颗，那如果你一盘里面有超级多颗的话，你可以透过这个下面做即时操作，对，它会把你的整排这样移过来移过去，移过来移过去。所以你看，我第一颗我还有设一个这个音量旋钮，音量踏板，对不起，我有设一个音量踏板，因为我有时候会想要做这个。对啊，我有时候想做这个。其实我还有塞一个音量踏板，它在这边，你也可以把它透过这个老头滚动条，这个够宅的，就是我在想做。对，然后你就可以去做一些设定，这样。为什么刚才应该听起来很舒服，但你听起来有点阴森呢、啊？因为我就是个阴森的人啊，没有。然后呢，如果你要做更多的设定的话，其实它也是就是直接可以跟 USB 电脑连线，然后去做。如果你要做更复杂的设定的话，可是我觉得基本上在表演的时候，然后在练团前，你在做好自己 preset 的时候，它的界面是一个很符合我们单独使用的一个界面，就是你玩单客人应该用它上手算快啊。对对 对，而且我刚刚想不到有什么东西要进电脑调的，可是进电脑除了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录音界面。
哦、interface 哈、哦，对，它可以直接进电脑，然后把它的痛直接录进去，就你不用再另外买录音界面。就是、现代重效标配，对对对。所以 G11 这台机器，我们来看的话，就是它有你对于现在的重效的所有需求都有满足。嗯，那再来是它有很直觉的调整性。对对对对，就是单颗跳进来的人要调也很快，要懂得怎么调也很简单。然后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经历过就是单颗时期的人，你直接用重效的话，我们看一下它触碰屏幕。然、哦、后对，它有触控屏幕。你如果想要、就是想要看你现在盘上有什么东西的话，它还是可以直接显示。哦，对啊。然后你看啊，我刚刚不是讲这个卷轴这个东西吗？它就可以透过这个去拉这个范围。那你当然你颗数越多，那它这个你可能就会用到这两个踏板几率就越高了，对不对？那我是还好啦，因为我现在刚好前面是表音，前面是音量踏板，它在这边它本来就是单独独立操作的。那我最后一个挂的是他们内建的 IR。哦，内建 IR， 对他们有内建 IR， 内建一些经典款的 IR 啦。对，他在原厂出来设定的时候，其实就有附他所有模拟的音箱，还有另外附一份 IR 给你。对，然后你也可以自己用 USB 接灌第三方灌 IR。对，哦，接电脑是这样用。哦Zoom 最重要的是它的痛的音色存在感蛮强烈的。这样的痛你可能单独听觉得哎、欸、很朴实。说实话，就现在很多可以做很凶悍很紧之类的。对，那个东西其实 EQ 可以修，可是相对来说很容易出现，尤其我玩 High Gain 的话，就会出现被吃掉的状况，尤其在团里面。可是它的存在感的强度是可以让它在团里面是可以很稳、很稳、很稳定的存在。对。那个关于 gain 大 gain 小，这个可以看我们的实验室资讯卡，还剩下快破万喽。那我们现在刚刚看完熊这边设定，我们今天要介绍另外一台，因为 G11 算是之前大概已经大概两三年，就是 G11 是 Zoom 的一台超旗舰级效果器。那当然，因为近年其实大家带效果器带的大小开始有一点需求。对啊，就是大家肩膀都会随着年龄而下降它的负重，所以说呢，今天有另外一台 Zoom 最新发表的 G6 啊、G6 这一台，我们看到 G6 这一台呢，哎、欸，我们刚刚讲它是模仿单颗跟音箱的这样设计，被拿掉了，对，因为它要缩小化嘛，对，缩小化。可是相对来说，我觉得 Zoom 很厉害的一点是在说，它其实有针对这样的设计去优化它使用方式。大家就看到这很大屏幕，触控屏幕，那其实现在我们滑手机都滑得很习惯了，对，这个就是世代差。没有啊，我们还有跟在这个风潮上，我们还在，我们再过二十年之后就开始有真的世代差了。以后走在路上的人可能就是一直这样。以后换效果器，切换效果器的时候是在脑袋里面用意念控制的，意念控制效果器。我现在有一个 clean tone， 我的那个头骨会发出一个 MIDI 讯号。从Cyberpunk 的。哎，讲到 MIDI 讯号，哇，这个东西会不会讲进去啊？哦，它后面有个插槽。可以接 Zoom 他自己加出的控制的遥控元件哦，他就是他是可以用遥控的 ，surprise， 哇，你这边都可以自入啊。G6 我为什么说它有优化呢？就第一个就是说，大家看到我的面板上面，我的面板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我可以设定每个钮是针对哪一颗效果器去开关。哦，对，你可以自己选，像假如说我也可以选择音箱开关，我点下去，它就自动会把按钮分配出来。对，就是说你可以这个分配，当然G11 也是可以，可是它就是整排平移嘛。对，它整排平移的。对。那它这边就是可以更灵活。它在修改设定上面的话，它就是直接加了一个右边这边这个钮，白色的它一个钮，你按下去以后，然后你就可以操纵它。然后它变成这样走的，对，它让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效果器的页面，你可以很快去切换东西。然后它就针对你，这可以用手动手拉，也可以用旋钮。对。就你说你觉得手指头太粗，你说像我一样啊，对，当然还是可以用旋钮控制。我的五根填不到，那当然大家在意还是音色，那我先示范一下。大家看到我的这 preset name 是开来万傀儡一，开来日文哦，日文，就是、因为英文傀儡我真不知道是 puppy 嘛 ，puppy 好像又听起来怪怪的啊，对，所以开来，好，傀儡一号，我还是觉得我被比较。这边可以看到我的 preset， 我的音箱是一个叫 Krampus， 哎，大家有觉得 Krampus 是模仿哪一个音箱吗？没有， Krampus 是 Zoom 它原创，
哦，他们自己设计的数位音箱。对，他们这 Zoom 它这两台里面有一个蛮，我觉得蛮特别的点是在于说，它有原创的音箱在里面，不止这一颗。嗯，然后那当然我们就来听一下原创音箱。感受到很强烈的颗粒感，对，这就是你不会被吃掉，不会被吃痛的一个很重要的设定。我觉得那个攻击性有点强啊。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原创音箱做一个那么猛干嘛？你有世界上很多很 high gain 的音箱，然后呢，结果我在测试完以后，其实我反而很喜欢这一个音箱在团里面的表现，这种更暴力的风格的。对，然后重点是颗粒感，我觉得这样。然后当然我还是有安装一个 IR， 可是我也用过它里面的 IR。那因为毕竟个人使用习惯，对啊 ，IR 的部分啊，对对对，你的扩充性其实就是完全看你需不需要。然后呢，我这边刚刚这个痛其实算是我一个比较摇滚到 metal 之间的痛，因为像我的吉他可以切单嘛。我注意到了，boost 还没开，对，我 boost 还没开。我拿个七弦弹这个，看起来真超怪。刚刚这个就是我比较偏摇滚的 metal， 那如果再 modern 一点的话，我就是把我的 boost 打开。紧，jet 痛，对，有给他紧，对对，我很喜欢。所以我这一颗就是一个 TS Drive 了，它很棒一点是在低频会稍微少一点，它会就 TS 我们讲过了很多次嘛，它是一个中频特突的破音，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它第一个，然后它低频会感觉比较少一点，所以第七弦它就不会糊掉，然后它中频一出来的话，它存在感就是加强，所以它紧实度很棒。我觉得，有这个痛，我这台就 OK 了。我另外一个最常用的就是我的 clean tone 啊，就我大概就是破音 clean tone 两个切来切去的。你是用两个 bank 在做的？对 对， 對，我是用两个 bank， 这是我个人习惯。那如果你要切 bank 的话，像我们现在看到这 memory mode 的话，就是说它是等于说你的不同效果器盘在换的感觉。所以我现在，然后我只要切到102这边。然后我需要的时候，到底多喜欢 Kill Switch Engage？ 我也很喜欢，就这个和弦好听嘛。对，这个、我现在不论我喜不喜欢这个团，就这个和弦就是好听，真的好听。对，然后他有没有知道？我刚才切回来的时候，基本上听不太到中间有什么波之类的，他反应切换，其实反应我觉得蛮快的，反应算快了。对对对，在重效，因为其实很多很贵很贵的重效，其实还是会有那种切换的时候中间很明显断点，因为整夜换它多少还要一点点的运算时间呢。对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他在这边是对我来说，很可以，还够。我现在到个 clean tone 这边的话，那基本上我就是一个 Fender 的音箱。就是他的，我觉得他的那个 Fender， 他的 clean tone， Fender 他们家的，Fender 他们家的，对，我觉得像他模拟出来的音色，当然我现在说实在，我觉得我玩到现在，我比较不会那么去真的在意说他模仿的是不是真的很像，这是给我一个大概的感染，就是说，这一颗音箱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对，所以我抓来我就第一个就是我就是一个很漂亮的 clean tone，然后加一个空间器。对，我就很喜欢它的，尤其像熊刚刚讲 HD 后，我也是试过以后，我最喜欢这一颗空间器啊，很泛用。那另外就是我这边加了一个蛮有趣的效果，叫 Detune。Chorus 哦，对，它有点像是就是把你稍微的痛pitch 调的有点怪，让它听起来有点像是歪歪斜斜的，对对对，有点 chorus 的感觉。对，就是这大概其实就是我很常用的一个配置，因为我可能在
我弹 keynote 的时候需要一些怪声，那我就会加进来这个声音效果。对啊，所以像这种 G6 跟 G11 两台，我觉得在音色上面基本上他们是完全一样的。就我觉得这两台应该是没有声音差距，而是使用习惯、操作性上的不同。对对对，如果你是一个现场表演多，然后其实你习惯单颗逻辑的话，我觉得 G11 会是一个你使用起来比较好上手的，对，而且不会紧张，就跟你单颗使用方式一样，因为要转随时能转。那我觉得 G6 的话，就是一个你本来就习惯用重效的人，那你就还是很好上手。那其实它的切换或转东西的东西也还都还算蛮直观的，尤其是又有触碰萤幕这件事情，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你叫我用 G6， 我也不会多紧张，对，会不会多紧张？对，因为它看起来，它基本上还是很好调，而且我有注意到一件事情是，它不用按储存这件事情啊。对，你在调好以后，你离开的时候，它其实自动帮你存好。对，你不怕调半天，哎呀，我觉得重效为什么会现在发展成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方便啊。对，它很方便，它你要轻的有轻的选项，那你要大台的有大台选项，反正它再大台，你会比我 pedal board 重啊。那大家你比较喜欢 G11 还是 G6 呢？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乐手操，我们下次见，拜拜。